四年内娶张文彩，罗君满炒窝轮欠巨债，见到佢你会谂起咩啊？佢女友新闻小花张文彩咯，之前同黄子莹上演新闻部《金枝玉叶》真人版，佢就发功大力撑，仲撑埋自己上头版。哎呀，除咗恋情，你留意下人哋事业啦，佢嘅星途都几坎坷噶。梦想做歌手，零年参加音乐比赛攞冠军，点知唱片公司签亚军签季军都唔签佢。之后专心读书，大学毕业投身金融界，又炒窝轮、棋子等，欠债几十万。佢话当时差啲就只大耳窿噶啦，最后到咗绝境，唯有向家人求助帮佢还债。嗱，学黎明话斋，最紧要坎坷过后就有艇搭。最近在星梦传奇都有成绩啊！接受周刊访问，仲话一直是张文彩为结婚对象，想四年内娶人哋啊！Vegemix 奇妙秀，无色无味，令你 steam 得嚟仲原汁原味。奇妙秀，小心你条裤啊！万宁独家发售。